诽谤罪，梁振英应该告佢上法庭，还受害人一个公道。李慧玲唔好做缩头龟，力挺自己讲过嘅嘢，等 C Y 喺法庭 K O 佢。个月假翻嚟件事不了了之，一定要追究到底啊！放假照样告得拉得，又系播黄毒，又令黄毒啲人上脑，再令港人唔安宁啊！言论自由滥用过头，公众人物任贼冇收，佢唔知衰，你斩白嬲，告得佢入，自会收口，最好判罚